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嗯，好。阿伟，喂，文总，怎么回事嘛？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哦，现在听得到了。怎么回事嘛？没事，没事。不是你，妈，我们是兄弟，你为什么？你平常你们吵吵闹闹，我觉得没什么，那为什么把水都泼到你脸上去了？你告诉我。没事没事，那不是兄弟，我跟你说了，这个东西不是有事没事的问题。你说平常你们打打闹闹，我觉得这个很正常，都是男的嘛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觉得真的是不是太伤人了吗？没有关系，那他可能最近吸息不太，是不是？所以可能那种没事儿啊，反正你也知道我现在结了婚之后呢，我也吴总，你也知道我结了婚之后，我也只想你说安安静静的，我也只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知道吧？我也只想就是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不是，我不想搞太多的事儿，知道不是兄弟，是这样子，我知道是这样子的，我知道你结完婚之后，你性格方方面面收敛了很多，但是我希望有一点，阿伟，你记住啊，你是低调了，但是你不是说对不对？可以任人欺负的，懂不懂？没有，那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那小事情。不是，来，阿伟，我现在就此时此刻直播间1800人，我想问所有的家人们一下，我只想问他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：你们今天看到这样子的阿伟，你们心里高不高兴？家人们，你们告诉我，阿伟被别人欺负了，你们开不开心？你们告诉我。没事。家人们，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你们告诉我一下，不是阿伟能吞得下这口气，我吞不下，真的。我今天看了这个，看了，我一直在看这个视频，我看了好多遍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明天就回来了。你这样子的话，我本来说是后天回来的，我明天就回来了，我必须的回来，知道吗？等你回来，我们两兄弟好久没有一起吃个饭了。好好，不是兄弟啊，我真的我心疼，我现在哪有心情跟你说吃饭？你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吗？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吗？你怎么？我知道你结的婚喜欢安定嘛，喜欢安静，喜欢这个不去惹事啊，不去怎么样的。但是兄弟，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你受别人欺负，我觉得真的。我包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都心痛啊。没事没事啊，这个也没有什么，对吧？那可能他吸气不好，那我们让着一点嘛，毕竟他年纪比我小吧，可能不太成熟吧，这个也没什么事。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因为不是兄弟，有句话怎么说呢？小事可以变成大事，大事可以变成小事嘛，对吧？这个也没什么，只是说今天我因为我的粉丝家人们呢，一直以来也是很支持我的，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本来不应该就是那种的，但是我心里有点难受，我当时有点激动，然后我就把它发在网上了，然后可能不说了，这个事儿不说了，好吧。阿伟，我说句实话，你但凡我认识你的啊，我认识的阿伟啊，但凡你说你激动一点点都不是，看着别人泼完还在那里解释，都不是这样子的。我说句实话，你，但是我确实知道你，因为人一旦结婚了就会沉闷很多，但是我真的，我觉得他什么原因会导致你说泼水，真的，我跟你说这样子不单单是真的打人不打脸，对不对？诛人不诛心嘛，这个是个人都知道的道理，他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吴总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你一直以来你应该很了解我的性格，知道吧？如果说我像之前那种还没有家庭还没有老婆孩子这种的话，我可能就觉得无所谓，但是现在吧，我觉得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，对吧？好好的做事业，然后我没有想到他用这种热情的方式跟我见面，没有想到，但是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不是，阿伟，你要记住一点嘛，他这个叫什么？你我知道你现在说话方面的，
你都想嘛，对不对？想安安稳稳的，想这个想这个就是平平安安的。但是你越是这样子，别人他不认的，知道吗？真的，我今天过来没吃的。小豆你好，小豆你好。喂，啊，听得到吗？等一下，我连的是这个车上的，等一下。哦。喂，这个怎么回事？我刚刚那个看到有一个粉丝推荐了一个叫什么视频，对吧？哎，吴总好，吴总。哎哎，小邓你好，你刚刚是不是看也看到了一个视频嘛？什么情况哟？没事没事。没有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一个视频，小邓？啊。对啊，你没有。现在阿伟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觉得这样子是没事，他说这样子什么什么的，你觉得这样子搁到谁身上，谁能受得了？不是阿伟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太软弱了，知道吧？我发现最近这个有个人吧，一直煽风点火，这里弄一下，那里弄一下，搞得鸡犬不宁的啊。然后我刚刚就是有一个粉丝刷了一个，给我转发了一个那个谁的直播间，叫什么飞，王飞，王飞。哦，对，然后呢，易先东在那里说我挖走了他的那个股东，姓雷的，那个雷总，他是人家雷总他自己愿意跟我们合作的，不是说我们挖或者怎么样的。我感觉这个易先东这个人真的是有点毛病啊。你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也很了解他。阿伟就是那个什么情况，那个视频是这样的，那个小豆啊，就是那个王菲嘛，就是他有两个员工，不是，也是他合作伙伴吧，然后来跟我合作了之后呢，他就觉得是我挖走了他的人，他就那种没事的。等一下啊，我捋一下啊。这个王菲是你认识的吗？我以前我在就直播间连过一次。他也是玩网络的。对。不是，人家就也就是说他的股东过来跟你合作，结果说是你挖的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对。这怎么跟这个易兴东一样啊，这个人。那两个呢，是之前跟他有合作，然后呢就是说想来我这边跟我一起做，之后不是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王菲他是搞那个什么垄断吗？不然的话为什么跟你合作就泼你脏水呢？哎，反正这个怎么说呢，说起来话长，没事，无所谓。不是，这个王菲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没事的，小豆你也不要生气，就是不管他嘛，就不是阿伟，既然是吧，咱们那天在网络上面连了麦，既然咱们两个认了这个朋友，认了这个兄弟，那你有什么事情，我肯定不会坐以待毙的。你这个王菲他泼你脏水，没事。他现在人在哪里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小豆你。不是，他人在哪里？没事的。我感觉这些人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。没事的啊。来，打爆正能量，家人们，打爆正能量。不是，我在想，他王菲算个什么东西？易兴东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没事的啊，怎么说呢？我说他们不懂事嘛。阿伟，不要说没事，知道吧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他们不懂事，那咱们大人不见小人过嘛，就不跟他们。什么叫大人？什么叫小人？小人一直欺负你，你就一直忍让着是吧？啊，别人就只会觉得你越来越好欺负，懂了吗？之前我让了一千多多少了，但是他一千多一直得寸进尺。没事的，哎呀，因为你也知道，我现在结了婚之后，我也不想搞太多事儿了，就是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这样子想的，所以我也忍了，知道吧？你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但是别人不想让你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知道吧？别人想要的是让你退出这个市场，让你不要做这个项目，懂了吗？没有，我问你，你没有了这个项目，你没有了钱，你怎么照顾你的孩子，照顾你的老婆？
是不是？这个，易总他在王菲的直播间，现在跟王菲在做兄弟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明明知道这个，刚刚人家泼完你这个水，这是那个吴总，那你说人家狐朋狗友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一个狗救一个狗，那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？没有，反正这个阿伟，你记住一句话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包括小邓也是一样的嘛。我觉得这个王菲，我平常不知道怎么样，我觉得他为什么去泼你的水？以你以前的性格，你会怎么做，对不对？谁都知道。说实话啊，家人们，这个阿伟我们两个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呢，我之前也看过他的直播。就是我对阿伟的了解，阿伟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，哪怕我陈小东干出这样的事情，或者吴总干出这样的事情，阿伟他都干不出来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阿伟的人品咱们都是看到过的，听到过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来，觉得阿伟对的你们全部给我打一个对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我就知道接下来我要怎么去帮助这个阿伟了。感谢啊，感谢我的小豆好哥们儿啊，就是现在我遇到难关的时候站出来这么帮我说一句有底气的话，真的很感谢。我说阿伟，我就像你一样，我以前也跟你一样，我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一忍再忍，我说忍一忍海阔天空，忍一忍这个事情又过去了。但是我换来的是什么知道吧？我一忍再忍换来的是别人的得寸进尺。确实，我没有想到他今天用这种方式这么热情的跟我见面，真的。我觉得阿伟，既然他们认为我们挖了他们的股东，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坐实了给他们看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行不行？谢谢啊，谢谢直播间家人们啊，直播间3000多人，马上4000人了。家人们一直以来对阿伟的鼓励和支持，还有我这两个好兄弟吴总和小东啊，真的很感谢你们啊！还有就是，对了，那个小东啊，咱们说咱们两个这件事儿，那个，今天那个事嘛，就不说了嘛。我知道你作为兄弟的，作为哥们儿的，也心里不舒服，看到，但是呢，没事儿，这个事情就让它过了吧。就我说阿伟这个事情绝对过不了，知道吧？哪怕你让这个事情过去了，像易先东和这个什么飞来着，王菲、这个什么飞啊，这个王菲对吧？你想让这个事情过去，他们不会让这个事情过去的，知道吧？首先啊，人家他们的股东愿意跟谁合作就跟谁合作，对不对？其次，他们为什么把这个事情拿到互联网上面来说？他们就是为了跟我们抢这点流量，懂了吗？他们就是想要我们的粉丝，他们就是想以这种方式把这个流量炒起来，然后他们去带货，他们的目的咱们很明确，是吧？所以说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别人只是如果真的就只是挖了两个，是不是两个合作商或者怎么样，那两个人是跟你合作的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要找你呢？不应该去找他那两个股东吗？为什么人家愿意跟你合作，不愿意跟他合作呢？他为什么不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呢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觉得也是啊，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很离谱。对啊，你老婆跟别人出轨了，你不怪你老婆，你偏要怪那个跟你老婆出轨的人，是不是？明明是你老婆做错的，结果被抓到的时候，你偏要打那个男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打你老婆呢？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对，确实是这样子。所以说，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咱们支持阿伟的，给我打一波支持，好不好？对，谢谢啊，感谢我的小多哥们儿啊，受了飞机不要受啊，不用受你们，不用受。对啊，你看今天啊，是吧？今天是那个什么他的股东。那如果有一天他的员工跑到你员工他的员工在他那里辞职了，跑到你这里来，他是不是又得泼你脏水？没事的啊，家人们给小多点点关注，小多啊，我们两个是好兄弟啊，我觉得小多这个人很不错啊，就是说说话反正各方面就是觉得
这个人很正能量、很实在的一个男孩啊、哦！我希望就是大家多多关注他。然后呢，就是他也帮助了我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说一直瞒着所有粉丝们的，就是一个事情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小多也不希望我是什么事情啊？这个阿伟不愿意给你们讲，那我给你们讲啊，家人们，糖糖是易仙洞的徒弟，是易仙洞公司里面的人。然后呢，这个事情我把所有的证据都已经发给阿伟了，这个事情已经证实了，家人们懂了吗？只是阿伟不愿意在直播间里面给你们讲。这个事情发生以后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啊，然后把这个证据发给阿伟了。但是阿伟说啊，是吧？这个事情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不要再去提这个事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，阿伟也没有跟你们讲，知道吧？但这个事情。那个糖糖是这个易仙洞的徒弟，这个事情是真实的，我有现场的那个视频，知道吧？当时我拍给我妈的，然后刚好那个刚从那个我就是从我妈的那个聊天记录里面找出来了。对，一狗来了，一狗来了，咋的了嘛？是不是狗来了嘛？给他一口饭吃就行了嘛？是不是？真的非常感谢啊，小豆。然后呢，就是你听说你公司什么时候开业啊？到时候我必须要来捧场啊。呵呵，我们俩兄弟对吧？我公司我现在正在考虑，我在想8号开业，就是8月8号开业，还是9号开业？我现在在定。到时候你开业的时候提前通知我一下，我安排一下时间。行，可以，到时候你过来玩，给我捧个场。然后呢，我这边还邀请了那个商务局，还有那个乡村振兴局，还有就是很多很多这个领导，然后都邀请了，然后到时候可以带你也认识一下，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嘛，这些肯定是需要认识的。好，对，因为我卖农业什么的，这些就会跟这个农业农村局什么的都会联系到一起嘛。OK， 好的，然后呢，就是有什么事儿你跟兄弟说啊。反正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有什么事儿我会全力以赴的帮助你支持你，知道吧？对，还就是我之前跟你提的那个，就是合作的那个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可以，这个可以是吧？到时候我们两个下棋的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。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这种方式确实很不错的。我跟你说，阿伟，如果你一个人。做知道吧，两个人搞你的时候很容易把你搞死。对，但是呢，当对面有两个人，你这边有4个人、5个人的时候，别人想搞你根本就搞不死你，你反而就是反弹，会把自己搞死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，就是我们在乐山这个圈子里面的是吧，咱们要团结一心啊，然后把那些不良商家，把那些坏主播，把他们赶出这个互联网，还这个互联网一片清净，然后也让我们这个行业是吧越来越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就是也希望就是这个平台也欢迎正能量主播嘛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你也不要把那个什么易总啊，还有王菲啊这些小人的话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。这种话你听就听了，知道吧？不要记在心里面，你记在心里面伤害的是你自己啊。而且你也知道的，是吧？你看你老婆也怀孕了什么的，如果你有什么这个情绪上的不对或者怎么样，也会影响到你老婆，影响到你老婆，那也就是影响你孩子。告，对，行。谢谢啊，感谢你们这个支持阿伟家人们啊，感谢你们家人们。没有关注小豆的，跟小豆点关注啊。小豆是一个正能量主播，也是一个大网红啊。大家谢谢阿伟啊、也是一个四川的一个大网红。大家今天啊，就是很感谢小豆来到阿伟直播间，然后把我说了这么有底气的这么一些话，我心里面也就是很舒服。现在。舒服多。还有就是阿伟，你不要被他们利用了，知道吧？他们为什么跟你吵？就是想，因为他们为什么跟你吵，知道吧？因为易仙洞他人气没有我们两个高，其次的话，他的粉丝也没有我们两个多。对。他为什么骂我，然后又骂你？为什么说你又说我？因为我们俩人气高呀，因为我们俩粉丝高呀，他就是想让我们这里吸点粉丝。
对易仙东来说，黑粉也是粉，多一个粉啊，是吧？能多一个粉就多一个粉。易仙东就是这种人。你看以前吸阿紫的流量，吸完阿紫的流量，吸乌之墨流量，吸完乌之墨流量啊，吸你这个阿伟的流量，吸完你阿伟的流量，现在吸我的流量，知道吧？他们就是不断的吸粉，不断的吸粉，然后拿去卖货，知道不？嗯。对，你看他粉丝被他骗的有多少嘛？多的很嘛。他之前很多那个很认可他们的那些铁粉什么的，有几个都在私信我啊，他说怎么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，知道吧？对。行，那明后天我们两个见一面啊，一起坐一下，喝杯茶，聊聊天。你看什么时候有空？然后呢？我这两天都有空，然后正好我把我的那个领导介绍你认识一下，正好他这几天就在这个乐山嘛。这两天我也回到公司了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在这个乐山这边了，你在公司。你这个公司有点大，有多少平方哦？差不多几千个吧，只是所在的一个办公室，外面还是很大的呢。几千个？你知道我们的公司才多大吗？多大？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。不一定嘛，它不一定大就是好嘛，那小有小的那种，大有大的那种。我们的公司才540个平方。那不一样嘛，你住的对吧，你有分店的嘛。哎呀，不是分不分店，我也是个打工的，我并不是自己开公司或者怎么样，我现在就在我老大这里上班。没有，你太低调了，太低调了，家人们给小豆点点关注啊。对，然后那就听说那个什么王菲在找我，我跟他说一下吧，好吧，小豆，你可以，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，不要跟那些小人计较，知道吧？好，我知道了啊，感谢好兄弟啊，然后明后天我们两个碰见一面啊，一起吃个饭啊。嗯，还有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触犯法律，不要触碰这个做人的底线啊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啊。行，好，拜拜。好，那先挂了啊，拜拜。他在找我吗，家人们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咱们把账上点一下好吧，账上点一下，谢谢。对，打爆这人量来，家人们，直播间4000多人，马上5000人了，咱们打爆这人量好吧，谢谢。你们让他撵我吧，对吧？可能还要有话要给我说，那就说嘛，对不对？反正我觉得都到这个地步了，对吧？我也希望他能够就是说清楚，对吧？不希望就是大家心里有那种。你好。你好。啊，替粉丝们说你在找我啊。对。今天很高兴能够见到你啊、哦！你这种方式跟我见面，我真的特别开心，太热情了。